Wow, that's amazing. The color. Leo, come on. Come on, Leo.可能年龄大了，就是尽量不想打扰别人生活，不想说太多的事情了。但是这边实在是太美了，你看，太漂亮，太漂亮的地方。这个吧，这个酒吧可能是，我觉得可能应该是，就是因为 COVID-19 就是新冠，可能它不开了。然后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babysitter， 你要是假如说住在这儿，或者是你是 VIP 这儿，你就可以就是把孩子放到这儿 free， 就不要钱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个 marina， 就是你要是喜欢潜水的话 ，OK 就可以潜水。但是你要真是要交钱，就是你要 join their club， 就是他的那个俱乐部，你要交钱的。这个国家真是很多很多感情，因为很非常非常，这个地方非常非常安全，然后虽然赚钱赚的少吧，但是最起码来说可以攒下一笔钱，好美好美的一个地方。这是一个泳池，看一下。因为这个酒店我特别有感觉，因为我们总是在这儿。这个地方以前是 nothing， 就是以前就是海呀、啊，填海。好美的一个泳池，我转一圈哈，可能年龄也大了吧，我可能52岁了嘛，已经，太多的故事也不想讲。也不想说，甭管是别人的、自己的，不愿意说。好美哦！哦，哇哦，漂亮，好漂亮哦！它这个地方就是你要，例如要潜水的话啊，
你签证的话，你从这个地方开始，就是在这个地方你就租，潜水衣了，乱就是这些东西，然后从这地方就是，他有一个教练就带你下水。好漂亮，现在没人了，但是刚才我喝酒的地方还人很多，不是光喝酒哈，其实伴儿就是，但是他有饭，他有那个 food。 这个地方是打网球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哈，你要是住在这个 residence， 你可以就是预约时间，然后不要钱，根本就不要钱，哎，很漂亮一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 gym， 就是一个健身房。然后这个健身房里边还有水果，我过来过，我这个人太肥了，我太懒了。然后有就是有水果，有水，随便你愿意拿。这有打网球的，漂亮的一个地方。我真的对这个国家非常有感情。你想，学历又不高，又不会说话，又很古板的一个女人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然后到这来工作。看，这个泳池非常漂亮。然后它有一个 Friday， 就是一个 African， 就是一个 barbecue， 一个 barbecue night。哦，哇哦，这真是 amazing！ 我不喜欢拍别人。这个是 gym， 这个是健身俱乐部。其实我上次已经拍了，但是可能是喝酒说话不当家吧，但是所以说我就没有发出去。这是 bar， 这是一个游泳池的酒吧，非常漂亮，非常美的一个地方。想照别人，你知道吧？这就是我说的一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是要是假如说你要进母完了以后，你要是在游泳池或者是健身房要是完事了以后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洗澡的地方，然后这里边有桑拿。哎呦哇哦，特别美，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地方，你可以喝水，你可以怎么样？这个地方就是我说的，就是小孩 free 的地方。你要是这个地方呢，就是不要钱，就是你要是在这儿住，或者你这 VIP 这个酒店呢，你又可以到这儿玩，你就把孩子放那儿，你又请吃了喝玩了，然后他这有一些设施，你看。然后这里边哈有一个有就是有图书馆，这里边当然现在已经关门了，有图书馆，有他教你画画，他就跟你一起互动，非常好。 OK， 我也不说了，说太多也你们就烦了是吧。 OKThank you for the supporter. 你真的，我很谢谢你们，就是对我的关心和支持，谢谢。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